这次我们一定要干一票大的。Mrs. Apple is very happy to be here. 这个破碗，他儿子的鱼。爸爸，走。花多少钱都会买下来。这么大的鱿鱼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。Can you handle that? 你就是那个。你就认真的把孙子给演好。 Apple 就是我们行动 ATM。 我又担心这一把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我也不相信他是哥的儿子。快点搞啊！高级。哇，第一个反对会叫白脸，让这出一招，大概你个人谨慎啊。他不是好人啊。 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？你到底是什么样？如果我们这么努力，到最后我们却不是接班人，那我们活着干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想验血。你眼里只有钱，你为了钱这样不择手段，你不觉得太夸张了吗？ 阿迪家，我，你们两个就是要把我卖给阿婆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阿婆，其实我们是骗你的。你是不是明天打算上飞机穿这一套？你太明显了，不可以。哦，发财，发财。